如何防呆防止错误输入的错误了哈？那输入错误可能的不只是这些，还有更多更多。那只是说，我们如果遇到几个可能的问题，如何做防范措施？那当然，这些都是要实际上，根据你实际上输入的这些工作里面，你要去分析出来使用者可能发生的错误。好 ，OK。但是有些可能也不是你。就是现马上可以想到，但是没有关系啊，你也许之后还可以再修正嘛。因为一个系统上线之后，它还是有一段时间是测试期间，好，最好是找一些人让就是去乱测试嘛。那它有测试有错误，那你去修正，好，或者有一种测试方式叫什么monkey test，monkey 啊，猴子测试啊，猴子就是乱测试嘛。如果它乱测试，系统都不会 crash 掉，那基本上这个系统就是稳定的系统了。OK， 那一个系统要越稳定哦，尽可能就是说不要让使用者有太多的机会去随意输入资料，越让它封闭哈，越不容易出错了。所以 Apple 手机啊跟 Android 手机差别就是 Apple 手机比较封闭啦。他即便 APP 要上架哇，还要审查，要这很多很多，所以很多工程师 APP 要上架，或者公司的 APP 要上架，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程。但是 Google 不一样 ，Google 哈、只要申请个账号，传上去就好了。那什么时候会下架呢？就是被检举的时候。OK， 检举了，但是有时候检举一次哈、还不会下架，因为他观察是不是可能啊。检举再检举，可能才会有可能会下架了哈，所以很多那个漏洞就因此会发生哦。所以开放的系统跟封闭的系统哪一个比较好？现在很难说啦。不过你就要知道说有可能的状况，你要去罗列出来哈。所以呢，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你不要让那个系统 crash 掉的话，像我们刚刚哈启动表单的时候，那我不是什么事都没输入就按确定，那自然而然就错。所以我要怎么防范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按确定的时候，那你就要怎么样，在这个程式里面哪个地方去做什么事，就是当他按 click 的时候，你就要先怎么样，先不要做产生标准体重，因为产生标准体重需要输入资料才能做嘛，所以怎么办呢？我在云，这个是云端上面的东西啦，这个先把它原来是这样，在上面先判断一下第一段全部，这个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If A 里面没有东西，或 B 里面没东西，或 C 或 D， 那 E 不用 ，E 是自动产生的嘛？那 Matchbox 就是跳出那个讯息方块，跟他讲说，请输入资料哦，警告他一下。然后呢，再来 Is Sub 是跳离这个程序，就不再继续哦。OK， 好，所以特别注意，那把它 Ctrl+C 一下。当然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的话自己打，然后因为其实这逻辑很简单嘛，记得用偶尔哦，不要用 and 哦。好，另外就是说哈、后面还有个 Matchbox， 这是什么东西呢？就跳出一个讯息方块，上面会有文字让使用者知道，后面还有个逗点，因为我还没加了哈、逗点之后的话呢哈。这边有一个什么 VB 什么什么有好几个，那其中有一个什么 VB criteria 啊、这个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指的就是说呢，你的上面要不要产生一个 icon， 一个图示啊？如果你不要图示，这个不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像我这边加一个 criteria 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我执行它，什么事都没发生，按确定会怎么样？刚刚会 crash 掉，现在的话呢？会跳出一个 Matchbox， 刚刚不是有个什么呢？有个 VB criteria， 指的就这个东西，请输入资料。那其实那个逗点那个东西哈，我这里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图示啦。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每一个都试试看就好了哈。不过当然不需要这样啦，也许可以。不过说真的，还真的没一本书哈。完整的帮你把它罗列出来，给你个图示，所以是不是有个好心的同学啊？每个都帮我们照相，然后有没有做那件事情？有没有就是自动帮我列出来，到底那应该是什么图示哈 ？OK， 好。
他就没有继续了，就一直 sub。但是这个缺点就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没输入，他只要其中一个没输入，比如说我这边随便输入一个，只要这个没输入的话，按确定，他就是不会过。但是他不会怎么样，帮你移到这边来，告诉你说啊，你是体重没有输入。OK， 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个别的哈，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全部的啦，哈。啊，这边把它注解一下。刚刚同学问那个注解怎么做了，其实就是工具列按右键这边编辑注解，好，有没有使程式变为注解？你就选四行，一次就注解完了。那如果你要解掉的话，旁边就解掉了，哎，还蛮方便的，我蛮喜欢用这个工具的哈。好，那第二个就个别的，个别的话就是一个一个输入，然后呢，假设 A 没输入，就 A sets focus。B 没输入就是 B set， 不过齁、哦、变成怎么样，你要写怎么样呢，就是个别的话变成 A 一个，对不对，然后呢 B 怎么办， B 再一个， C 再一个、哦、D 再一个，没办法，因为它个别的、哦、所以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快的方法啦，变成你这边，不过也还好啦，你就把这边怎么样把它改一下，只是说呢啊，这边名称可能要什么请输入、身高，有没有请输入什么请输入什么，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哦、针对你可能没有输入的那个储存、那个文字方块，它会自动帮你加，就是这个 set focus， 所以刚刚那个我们比如说其中一个没填嘛、哦、那我就是假设那个没填的话，这个没填、哦、那按确定的话刚刚是都不知道哪一个，可是这个会怎么样，它会跳出这个讯息，好，那、啊、这边等下自己干，有没有 set focus？ 这个好处是这样，好，所以第一个防止使用者没有输入资料，第一个防呆。那有全部一次的跟个别的，那、啊、你不用两个一起发，你就是选其中一个哈。那看我是建议个别的了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哎，防止输入什么非数字哦。那所谓非数字，就是说呢哈。那当然数字只有两个，一个是 B 跟 C， 所以、哦、基本上呢我们判断假设说他这边可能、比如说他输入的是这边把它停掉了，那怎么判断、哦、基本上呢我一样、哦、也有分成个别的跟全部啦，我现在直接一次、哦、这边把它 Ctrl C， 然后这边怎样直接把它贴上到这边，确定有输入先，然后再判断是不是输入的是数字，那是否为数字很简单哦，这边有个 VBA 的函数，这个函数的话呢哈，叫做 is 这个什么 numeric 哈 ，numeric 这个是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numeric 哈就会把我们这个里面的资料给他，他会判断。那判断的话呢，当然哈，如果是数字的话，它就是 true；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 false。就是布林啊，布林值哈、哦、，true 或 false 就跟开关一样。那如果说它不等于，其实我们要把它筛选，就把它挡住的话，当它不是数字的时候才挡下来。所以如果它是数字，那就让它过就好了哈、哦。所以这边的话不等于 true， 或者是 c 不等于 true 的话，那我就怎么样？哎，请输入正确的数字，然后后面加一个 vb information， 好、哦，这个是一个图示了哈。哦，那并且在 B 底下或者其实你个别的话就是看哪一个 set focus，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假设的话这边有一个 CCC 身高齁，假如说会不会有人是直接的看到身高就打一个180这样子齁，然后体重的话是60、诸如此类的齁，好，这样当然看起来是没错啦，可是实际上程式一定不能接受，所以你按个确定会怎么样，他会这样，请输入正确数字啊，这个是 VB information， 是 information 一个 I 啦齁，按确定的话呢，诶，有必要放这边的，不过其实更好的方法应该怎样，清掉它算了，对不对齁，所以清掉它的话呢，可是你要知道说清掉哪一个了齁，所以这个是两个一起写，但如果说你分开写的话应该怎样，把这个不要，这个把它去掉，这个把它先中断一下，如果写成个别的话就是这边把它清掉，然后这边的话请输入
先把里面的资料清空嘛，所以清空的话就是 myb 点 test， 啊，里面等于什么？等于空的，然后就 set focus 再离开。那 c 的话一样嘛，所以你贴上之后啊，这边把它改成 c，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 c， 其实也 OK 了哈，这个是分开两个哈，所以直接来执行一下，升高的话。假设我这边也是用 AAA 好了，确定，他会先执行哪一个？这个嘛，哈，我看看确定，啊就跳离了，所以先会处理这个，好，啊，但如果输入正确的，按确定，他会处理哪一个？处理这一个 ，OK， 有必要放这里，并且把它清掉，再让它输入，其实这样就很 friendly 了，哈，使用者应该就很知道该怎么做了，哈。OK， 所以这边的话呢，当然哈，我们处理完按 Enter， 再按 Enter 就输入了。OK 哈，其实这样的话基本上，但是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错误会发生啊。我只是举两个吧，一个是有没有输入，一个是是不是数字。那还有其他的，我想你们自己同样的方法 ，if 什么条件哈，然后做什么样的处置。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如果说你这个防呆的机制都顾虑到的话，我想你这个输入端的可能错误就几乎就避免掉了。好，那其实这样的系统的话，你如果给人家用啊，其实就可用度就非常的高了，然后而且对于很多的使用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他输入资料，如果可以照着这样输入的话，基本上哈，他也比较不容易犯错。有时候他犯错不是他故意的啦。有的是因为他可能没看清楚，他就输入了，好，所以你尽可能让他方便，然后再来就是帮他去过滤掉一些他可能犯的错误，那这样子他基本上输入的效率哈，一定也会提高。第二个就是说哈，他这个也比较不会输入错误的东西，那自然而然每个人来你收集过来的资料。就没有错误，没有错误，那自然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管那个合并资料的格式是否就是这个吻合啦，或者还要不要找出错误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如果你前端控管的好，后续衍生出来的问题就会非常的小。那没有问题之后的话，其实自然而然的哈，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好，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时间也变多了，因为好像奇怪，我系统写完之后也都没有人来找我了耶，很多年再也都没有人找我了，其实虽然有签那个维护合约，可是也没有什么问题耶，这感觉是还蛮好的，感觉好像这一个系统是稳定的，自动的在那边，当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那个系统本身最好要有人工智慧啦，就 AI 部分，如果有 AI 的话那更好 ，OK。所以其实如果有 AI 哦，未来甚至那个什么，人家预言啊，那个什么史蒂芬霍金就说，未来如果系统有 AI 智慧的话，那可能很多中产阶级的人就即将失业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你做的事情哦，其实。系统就全部都有 AI 智慧的系统就全部都给 cover 掉了，就不用你了啦，对不对？所以你的存在价值是你可能要在网上去设计可能有 AI 智慧的系统，好，那你就可能还是会存在。所以未来他说会有可能存在的工作慢慢就会转向了，转向可能就是在像我们现在学的东西，我想像我们学的东西应该在未来短期间不可能机器人也取代我们这吧，机器人这么厉害那就不得了了 ,OK, 机器人也会写程式的话那很可怕耶，对，机器人可以写程式的话，那以后就跟那个电影里面情节一样嘛，机器人比人类还厉害的话，那人类就自然就灭绝了，不过这应该没有这么一天吧，即便有这么一天我们也可能看不到吧，真的太恐怖了。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其实未来像那个脸书创办人他也说未来也主轴他们脸书就是在这 AI 智慧上面，就是一个系统本身有学习功能
OK， 会自动帮你介绍朋友，自动帮你，如果你要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他也会自动帮你媒合，全部都帮你自动化了，而且像现在脸部辨识啦，或者其他辨识功能都很强，你要找任何人哦，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呢，他脸书马上找到。OK， 所以哈，以后系统会只会越来越厉害，但是你要能够取得优势，就是你要了解这些技术，哈，它要用在什么地方上面，那你自然就会是站在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一无所知的话，你可能会慢慢哈，会觉得哇，这世界怎么变的？其实不是变的，是因为你没有学习。所以你身边其实很多人哦，他没有学习的话，他可能会慢慢被淘汰了。哦 ，OK。